早上好，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吃西加末，这个兴旺肉骨茶，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来的地方，但是它却有一个很特别、很好吃的食物，叫做捆面。给你们看啊，老板娘在准备着捆面。捆面，捆面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面。等一下，我都给你。老板娘要表演捆面给我们看了。很美嘞，很漂亮哦，极干净啊！你看，看捆面，很香哎，那个汤。没有那个巴克德的味道是吗？已经习惯了都没有味道了。你这样早就要回去了。是啊，怕塞车。漂亮的面。我有一个顾客也是每次搭了纸他就回来，他就包。每个回来也是找。他们是西加末的人，他就会有。是。老板，那你开了几年了？这边。这边我都整要二十年了，哎，有二十年这么久了，哇！04年，然后从小跟我父亲他们一起做，正常都几个。做习惯了，很快手脚。嗯，要快，没有哪里看得到手。是哦。看脸。我说的，你又不说。哦，也是对呀、哦、哈。